种天气还叫外送，我要告你！来看一下，这样子行不行？喂喂，好像不行。我看看有没有别的路走。我们走对，走对面，对面，对面，我们这打面。哦，这条好像行得通哦。我高兴得太早了吗？啊 ！No！ No！ Hi, Zuki, dumbass. 什么？怎么可能有障碍物 ？No！ 看怎么会突然滑倒？又没有红色的地方。干这样也太累了吧！我还要走走停停，山姆体力太差了吧？啊，原来我刚刚都完全没有使用全地形在靠腰啊！看这里怎么看起来那么高级？请问这里有漂亮柜台姐姐等我们吗？啊哈，56%损伤，我妈把它摔烂了。感谢本田准人又来了，这个暴风雨。等一下，我存个档。云啊，雾啊，但这风雨太大了。哇，shit。抱歉啊、哦，感谢阿里山的怪人2个月。
再见。再见。哦，我想以损毁，等一下。玩太快啊，我没太修复。再存一下档，有有有，冲啊冲啊！损伤多少？哦，好险，只有箱子损坏而已。哇，零发和尚，我好像很会送货啊！我以后不做主要天才乌龟一，我看是不行啊，赚来的钱都拿去缴罚单。欸，我在这里盖这个很聪明吧，很聪明，但他还没吧，还没有那么多人全破吧，只有实况组全破吧，一般人没有这么快吧。哎，你们怎么都，你们玩这么快，你是怎样啊？平常没有上班上课，要上班啊，只是不用睡觉而已。不是哦，像我这种年纪睡眠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也不是我故意不解还是怎样的，我只是想要多睡一点，呵呵，不然我会变老。哎，我看到 P 讨论你跟六六那一篇，我才不想看看。呵呵，我的 Y Force 看到他的奶，我也不得不认输啊，这个奶太厉害了。呵呵，哦，怎么那么近？哇！干菜太多了，这怎样？皮皮农场哦，去他脐带旁边就可以自杀。怎么是？白痴啊！我觉得走近很不划算欸， BB 压力会很大，安抚他一下。期待存档，存档，存档！太超累！啊！啊 ！Motherfucker！
什么没有很多人愿意做这件事情？你知道我怎么过来的吗？你知道我怎么走过来的吗？你怎么你知道？你知道我怎么度过这个区域的？